舞台上摄影师总能透过手持的方式，让观看影片的粉丝能够更加的投入到其中，也能为舞台再增添许多亮点。而尤佳的在今日登上音乐银行打歌，绝美的舞台带来了让人满足的感官飨宴。然而在播出的影片当中，能够看到摄影师尝试了许多手持运镜的镜头，但其中大多数的画面都晃动得让人出戏，甚至因此被粉丝笑说摄影师是不是抵挡不了孩子们的美丽。Now I draw a lock, shining new.相信音乐银行也是努力的想要带来更多更好的效果，希望未来能够看到让人为之一亮的画面啦。